你拿计算机干嘛？他是其实有遥控器，他对会计师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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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什么？是什么？鸡腿。鸡腿。不要不要不要！那什么？那一包是什么？鸡腿。鸡腿。你也不要那个，那你要什么？笔。他会把它丢掉。上次不是不喜欢笔吗？好，给我。啊，不是不需要了，给我。你都不抓钱，这个笨蛋。好好。哎、欸，他都会直接拿起来。你看他自己，你看想。印章代表什么？关哦，跟姐姐一样，他在叫有关就有事。你好认真哦，刘宇，没救了是吗？都要了，喊、哦、哥。